那个你整个把车都护死，车在比赛中正常的状态都发挥不出来，把排气废气孔油箱的这排气孔有的都出现堵死。太好玩了，我看你们这个赛道跑得太爽了。爽是所有车手最直观的感觉，晴天一身土，雨天一身泥，但像在这样泥泞的天气比赛还真是少见。显然车手们遭遇了更大的困难。今天的话它非常的黏，就粘在车上的话，粘轮胎上、刹车盘，就传动系统上面的话，会比较困难。今天跑的，